Good morning, everyone.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现在在 Truck Driver Academy， 美国卡车学院啊，学习卡车。今天早上来的非常早，8点就来到学校了。结果只有一辆车，就是侧方停车在练，然后其他的车都没有就位，有的还在像是充电的那种感觉啊。